真人秀《小妈妈真动手打奶爸》。美国真人秀《小妈妈》主角安博因动手打孩子的爸遭拘留，目前假释出狱，等待出庭。全武行的画面被 MTV 全都录，播放后引起观众强烈反弹。小女儿暂时被社工带走，如果被定罪，安博可能吃上3年牢饭。安博向来脾气不好，他发现奶爸劈腿时对他拳打脚踢。虽然如此，安博找新男友在卖场外亲热，奶爸看了还是很难过。安博说过他想开美容院，可是他可能更适合当职业拳击手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。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